像了梦境，想要打开我们的旅行，跟紧我去哪里。太阳先生白胡须，一双眼睛笑眯眯，小鸟在耳边歌唱，我在云中捉迷藏。月亮悄悄爬上来，绿油油的森林海，猫头鹰在眨眼睛，我在月中看星星。多彩梦境其实存在，跟着我们一起来，小小精灵动动翅膀，见证我们的旅行。月亮悄悄爬上来，绿油油的森林海，猫头鹰在眨眼睛，我在月中看星星。多彩梦境其实存在，跟着我们一起来，小小精灵动动翅膀，见证我们的旅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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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智慧树上智慧果，智慧树下你和我，智慧树前做游戏，欢乐多又多。小朋友们看，封面上有两个小朋友，他们手里拿着什么呢？积木。没错，他们手里拿了两块积木。这块积木是什么颜色呢？红色。这块积木是什么颜色呢？蓝色。小朋友们真棒，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搭积木。小朋友们喜欢搭积木吗？赶快跟我们一起来看故事吧。这个小朋友是红宝，红宝喜欢红色的积木。那小朋友们观察一下，红宝的衣服和鞋子是什么颜色呢？红色。小朋友们真棒，红宝的衣服和鞋子还有积木都是红色的。红宝用红色的积木想搭出一幢红色的房子。这个时候，蓝宝从远处走过来了，蓝宝的小车里也拉了很多积木。小朋友们看一看是什么颜色的积木呢？蓝色。真棒，蓝宝的积木是蓝色的。那蓝宝身上还有哪些蓝色呢？衣服。蓝宝的上衣是蓝色的，蓝宝的袜子也是蓝色的。小朋友们观察得真仔细。红宝拿起一块三角形的积木，想做房子的房顶。蓝宝呢，想用他的蓝色积木搭一幢蓝色的房子。红宝和蓝宝用各自的积木搭呀搭呀搭，不知道他们会搭出什么样的房子呢？这个时候，蓝宝看了看红宝的积木，蓝宝想要一块红色的积木，于是蓝宝拿走了一块红色的积木。可是红宝呢，他想把自己红色的积木要回来，于是啊，蓝宝和红宝就抢了起来。红宝大声地说：“这是我的。”蓝宝也说：“这是我的。”他们两个人争过来争过去，突然扑通一声，小朋友们快看，怎么了呢？摔倒了。两个小朋友摔倒了，还把各自搭好的房子也都撞倒了。哗啦，所有的积木都掉到了地上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蓝宝和红宝的房子都倒了。可是小朋友们观察一下，蓝色的积木和红色的积木也都混到了一块儿。现在呀，蓝宝有了什么颜色的积木呢？
红色。那红宝有了什么颜色的积木呢？蓝色。小朋友们真棒，蓝宝有了红积木，红宝有了蓝积木，他们两个人用红积木和蓝积木搭呀搭呀搭，搭了一幢特别大的房子。小朋友们快看，过了一会儿豆豆来了。小朋友们，豆豆的车里拉了什么颜色的积木呢？绿色。豆豆拉来了很多绿色的积木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什么颜色的积木呢？你们想用积木搭出什么呢？我喜欢蓝色。我喜欢粉色。你们猜猜我要搭什么？先把这个放上去，再放这个，放上我最喜欢的粉色积木。我的小车搭好了，我的小塔搭好了，我们最喜欢搭积木了。欢迎大家，今天我们的游戏内容呢非常的有意思啊，我们的小朋友被分成了绿队还有红队，那么他们要通过一个接力的形式来完成，在规定的时间内每位小朋友都要完成走平衡木跳平衡球，然后在我们规定的区域进行投篮这样的一系列动作。我们看一看哪个队在规定时间内能够投中的这个篮球的个数更多，哪个队就获胜了。当然在过程当中，如果小朋友们不小心从平衡木或者是平衡球上掉了下来，那就要回到起点重新开始，而且前面一位小朋友如果没有结束的情况下，第二个小朋友是不能够继续进行的。规则大家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有没有信心？好的，两队的小朋友请各就各位。好，现在我们两队的小朋友都已经做好准备了，听我的口令计时开始。好，第一位小朋友已经出发了，可以为他们加加油。加油加油加油。好，对，从这儿开始，来接着跳。好好好，没投进去没关系，下一次有可能就进了。好，回去击掌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的绿队是投中了一个啊，红队击掌啊，宝贝儿，快走出发。哎呀，要从开始的时候起点重新走了啊。好，所以说在游戏进行的过程当中呢，小朋友是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小小的失误。哎，从这儿重新开始啊。跳的那个球比较难，因为跳的太着急就老是掉下来。好的，哎，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，哇，非常快。哎呀，抓紧时间啊，这是一个比赛。好，四个球都要跳啊。好，加油，对准了再扔，不着急。哎呀，有点遗憾，回去吧，回回。好，绿队加油。好的，黄线后面瞄准投篮。好，哎呀，回去，快点回去，快回呀、啊！投完篮，为什么你不着急回去呀、啊？不是，我想看到朋友投的准。小朋友，闲庭信步啊，还是要抓紧时间。我们现在时间过去了将近一半了啊。好，好哦，好，好，后面继续。我觉得我的队友走得有点慢了。好，出发，跳，可以适当的慢一点，不用那么着急。好，瞄准再扔。哎呀，差了一点。我觉得走平衡木有点难。为什么难呀？因为它中间那根特别细，我怕掉下去，所以我就走得慢。好好好的，
好的。进球的时候太开心了。双方再次抒发了一名球员，现在很早就做好准备了，等一会儿啊。好，好，哎，要回去重新跳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保证不失误的前提之下，提高速度是可以的。哎呀，力量太大了，看来也不行。好，抓紧回去，快点，不拿了，机长，快，好，出发，快，快点。看来呢，决定最终的这个成绩很关键的一环，就是我们最后投篮这一环啊。命中率很重要，小朋友可以多瞄准一会儿。好的，非常棒，来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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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抓紧时间，赶快回去。好，时间所剩无几啊，能不能再投进一个球呢？好的，加油加油。好，机长快，最后一轮了，加油！哎呀，赶快要退回去了。我走的不太稳了。快点！好的，好，回去机长，机长，好，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啊，看大家有没有可能投进最后一个，还有最后五秒钟的时间，五、四、三。二一，好，时间到。在刚才的游戏环节呢，两队的小朋友表现得都很棒，我们来盘点一下他们的最终成绩。那我们的绿队一共投中了四个篮球，红队呢略胜一筹，投中了五个。来，一起为自己鼓鼓掌，都很厉害啦。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呢，如果在合适的场地，也不妨拉上你的小伙伴一起来试一试，看一看谁完成的更好。最后，让我们说出我们的口号，那就是“宝贝，动起来！”请你像我这样做，我就像你这样做。请你像我这样做，我就像你这样做。我的身体棒棒棒！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部位呢？赶快和红果果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身体吧！快来呀！这是我的脑袋，最聪明的脑袋，装满很多奇妙的想法。最灵活的小手，可以和好朋友握握手，拍一拍，挥一挥，我爱我的小手。这是我的肚子，圆嘟嘟的肚子，里面装有好多好吃的，摸一摸，揉一揉，我爱我的小肚子。是不是很神奇呢？赶快和我们一起再来做一次吧。这是我的脑袋，最聪明的脑袋，装满很多奇妙的想法。动一动，转一转，我爱我的小脑袋。这是我的双手，最灵活的小手，可以和好朋友握握手，好多好吃的，摸一摸，揉一揉，我爱我的小肚子。点一点头，上上下下，拍一拍手，左左右右，摸摸肚子。
新的一天，太阳和你问好，快快乐乐一起学习，一起寻找。瑞奇宝宝，瑞奇宝宝，来找智慧，来找目标，瑞奇宝宝。不要在意，我们都很有效，许多问题我们也都想知道。瑞奇宝宝，瑞奇宝宝，健康快乐茁壮成长，瑞奇宝宝。羊，你好，文文。您好。你是在做什么宏伟的建筑吗？是的，我在给小羊们建造一栋房子，这样他们就有地方睡觉了。别着急，文文，要想建造房子是需要耐心的。嘿嘿嘿，嘿嘿嘿嘿。哇，好漂亮的泡泡。诺诺，你可以让我玩会儿吗？好啊，我们一起吧。文文，你的房子怎么办？等一会儿再做，等一会儿。车真的好棒啊！当然，文文，你想试试吗？好啊，好啊。文文，你的那些羊可怎么办？等一下，等一下嘛。哦，有人丢了他的羊。跳跳，你先去玩吧，我很快就回来。文文，快来和我一起吹泡泡吧。哇哇哦！弟弟，你们想要搭车吗？嘿，小羊们，你们好啊！哦，你们不要生气呀、啊！撞坏了什么？那是我刚给小羊们建了一半的房子。唉，我应该先把房子建好再去跟你们玩的。不要担心，文文，我肯定你能够建一栋更棒更漂亮的房子，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。而且我们会帮你一起完成的。嗯，是的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去玩。你们说的对，耐心是成功的开始，当所有事情都做完后，才会玩得更开心。耐心。决定做完一件事情，决定做完一件事情，决定完就要好好准备。但是会遇到些困难，但是会遇到些挑战，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。无论出门时和爸爸，无论出门时和妈妈，他们都会教我们学会耐心。无论是遇到了困难，无论是遇到了麻烦，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。我们有耐心，耐心，耐心，我们积累了耐心。无论有再难的事情，我们都能好好办。我们有耐心，耐心，我们积累了耐心，无论有再难的事情，我们都能好好办。孩子们，你们知道为什么耐心很重要吗？知道，耐心等待雨停是为了能出去捉泥鳅。为了能让我在捉迷藏的游戏里胜利，我需要耐心等待。我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拼好拼图。我们有耐心，耐心，耐心，我们积累了耐心，无论有再难的事情，我们都能好好办。我们有耐心，耐心，耐心，我们积累了耐心，无论有再难的事情，我们都能好好办。有耐心，有耐心，有耐心，